有害怕哪一只 AD 吗？达瑞文，每一只 AD 都怕达瑞文。其实怕不怕是一回事啊，因为如果你真的还蛮强的话，其实你是不太怕 counter， 你应该会知道怎么打啊。再来就是AD 怕不怕这个问题，其实我觉得最严重的应该是克里斯达怕比较多 AD 啊，其他还可以靠辅助救回来。干，可是我要是打比比比烂，就会被靠背了，怎么办？What doesn't kill you just isn't finished yet. 听说台柱的喘息声很好听，是真的吗？那是听说，我们永远不要听说，我们永远要去证实这件事情，所以我现在就证实给你看。我接喇叭，等一下我队友感觉好像没事，也不是，他好像有色呢。那这就尴尬啦，你到底在干啥呢？不至于，啊！是啊，发图马克，他给穷穷给吗？你是在共三傻？我是来自美国。那为什么要进去啊？没有，我觉得那是游戏嘛，好玩的。妈的，我觉得对面比较凶哦！你看他们追追追追，一直追，一直追，不知道追什么。妈，那个攀升是否有点痛？这局情势所逼。哇，他到底有什么本钱跳回去啊？我就不懂啊，他有什么本钱跳回去啊？他跳回去必死无疑，是我就不会跳回去了。那个贾克斯
有点八七八七的。真的啊，这场很抖啊，操，那个他们世界痛。我是不是有那个差一场 BO 就会输的魔咒啊？你都不放弃，我本来就是一直都会按拒绝的，除非四个队友挂机，我才会按四，不然基本上我都不会投降。我就是那个奋战到底的，我他妈我这场玩老鼠。好久不见了，真尴尬，他伤害484逼我生气。老鼠本来就要看阵容，只是仰赖的前排是贾克斯啊，只是贾克斯他有点不太行，他是非常的不行，不是不太行。是你妈死了吧？这家伙疯了！
吃鸡啊！刚刚是谁跟我说为什么不放弃？就是因为有逆转的机会啊！有逆转的机会啊！有呢，我们不能放弃，珠宝还没爆之前你都不算输。